大家好，我是卡洛斯。你知道我们香港的疫情现在有多严重吗？今天早上醒来，我听到是5万人感染，你没有听错，真的是5万人。那我们的生活怎么过了？我相信只能就是三个减少。比方平常我跟我老婆一起上街，现在我一个人，那就是减少上街的人数，还有减少上街的次数，那就是每一次去尽量买多些东西，让我一次买个狗。那第三是什么？第三就是减少上街的时间，那就是尽量快啊。那今天我打算骑自行车，尽量快的去买我需要的面包啊，今天晚上的菜啊等等，尽量快去快回，现在就去了。面包档都删咗啦。叫我两份啦。哦，正。收尾啲烤鱼。佢素安心出行，有冇方包啊？方包买晒啦。点中黄？点中黄条？可以买个30瓶，就是这么多了。好了，完成了这20分钟的购买。现在回家了，我是卡洛斯，喜欢我的视频的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转发，再见。